真现场真音乐，欢迎大家来到2018咪咕音乐现场巡演上海站地下专场的演出现场。本场活动由咪咕音乐独家呈现，在这里首先请大家将自己的手机调制成震动或者静音模式，也请大家在中途尽量不要离场，不要随意走动。接下来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正在现场参与本次演出的粉丝们可以通过扫描大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咪咕音乐咪咕视频 APP， 把本场直播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感受真现场真音乐。同时线上正在观看的粉丝们可以通过刷弹幕送礼物来参与本场的直播互动。那本场的精彩视频还可以通过登录或者下载咪咕音乐咪咕视频 APP 进行直播回看，还有更多的好听音乐与精彩视频等着你哦。
双手，跟我们一起来。天地那么远，我的黄梅那么刺眼，靠在我的肩，我要连呼吸都听见重获混沌的雾，不要害怕孤独，就算是独孤一出，时间要保持清楚，现在就快跟上我的脚步，爱过就只能爱的盲目，今天你们都是为一个人来的，对吗？谢谢你们，我能做的可能并不多，今天你们负责来，我就负责唱我自己给你们听，好吧？下面一首《大闹天宫》。小小的天窗，不敢能够听到。
天再多谈爱，等不到我一身女白。风雨荆棘在脚下踩，疼痛却教会我忍耐。镜子或石头，我的未来不会猜，我自己主宰。这渴望是如此的澎湃，就算最终面对失败，也不怕更改。我心中的故乡，能否请你原谅，不能守在你身旁。梦起飞的地方，永不会被遗忘。带上那欢笑，是吗？哎呀，你们也喝一点水啊。我真的是蛮紧张的，因为第一次，真的是我第一次把整张专辑，然后温故知新的唱这么多首歌，然后也是第一次我自己的地方，然后你们冒着大雨只为我一个人来，所以说我很感动，真的。然后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有一点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只是职业不同，或者说是年纪不一样，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跟位置，我们都是希望能够被你在乎的人认可，或者说是珍视，然后出发点也是这样，我也一样，我也是希望能够得到认可和支持，然后你们给了我这些，然后这首歌也是非常贴切的说出了这些，然后我也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爱，然后我们要抱着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然后也去善待你身边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珍视，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都能够被好好的看一眼，所以说这首歌名字叫做看我一眼。想你的泪
送给陛下，谢谢谢谢。好的，真现场真音乐尽在迷宫音乐现场，现场以及我们线上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哇哦，欢迎大家来到2018迷宫音乐现场巡演上海站陛下专场的演出现场，我是主持人明玉。在今天呢，非常的高兴能和大家相聚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高兴吗？高兴。是的，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呢冒着大雨啊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支持陛下。再一次欢迎各位，谢谢。那在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太高兴了啊，和大家相聚在这里来共同感受陛下专场不一样的音乐饕餮盛宴。同时呢，在今天呢，我们还将把更多的福利带给我们的粉丝们。我想问一下，粉丝们想不想要陛下的签名海报？大家想不想要？我觉着不够热情啊，大家想不想要？哇，太棒了啊！尤其是我们前排的朋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抽奖的形式，在我们进场的时候呢，现场的朋友都把您手中的入场券的副券投入到了我们抽奖箱当中。那接下来呢，现场请大家抓紧时间把我们手中的正券对拿在手中啊！我们将展开第一轮的抽奖互动环节。将分别为大家抽出10位，那前5位呢将会获得陛下的签名海报，后5位的朋友，哇哦，这个神秘大奖将会送给我们的后5位朋友。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今天晚上的幸运开始滑落到哪一位朋友的身边呢？来，有请我们工作人员把抽奖箱呈上来，有请。来，我问一下大家，已经把我们手中的证券拿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来共同看一下我们第一位啊，来期待一下我们第一位会在哪一边呢？是在中间呢，还是在两边 ？OK， 好，第一位已经产生，恭喜5排23座的朋友，在哪里？快速举手来示意一下我。5排23座 ，OK， 好，来，先生您稍等啊，稍等。好，那我们稍后呢，现场的朋友啊，可以来到我们的面对舞台的左手方，也就是我的手势方向，来找到我们工作人员来进行领奖。好，让我们共同期待第2位幸运的朋友。好，已经产生，第1排的朋友啊，做好准备，恭喜1排9座朋友，在哪里？好，恭喜啊，又是位先生啊！哎，看来我们今天支持陛下的帅哥比较多啊。看我们下一位会不会是漂亮的女生呢？来，我们现场的女生在哪里？给我点尖叫声好不好？哎 ，OK， 好，来第3位，恭喜16排19座的朋友。来，16排19座的朋友在哪里？抓紧时间冲我挥挥手。哇，一说太调皮了，好多人冲我挥手。来，16排19座的朋友，如果3次叫号您不在的话，我们将作废了。好，在这边吗？好，来，有请您啊，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左侧啊。好，现在呢已经是3位了，来，让我们看一下第4位。不要着急啊，我们大家可以在原座上稍等片刻啊，我们演出结束我们统一发奖啊，因为我们待会儿呢，陛下还将会把动听的歌曲带给大家。来，我们第4位朋友，好，来13排的朋友在哪里？13排的朋友，
好，做好准备，恭喜十三排三座。好，来，有请我们稍作，我们可以在原位等候啊，我们可以在原位等候，因为在我们结束过后啊，我们统一为大家来进行发奖。好，我们签名海报还有最后一个名额，这样吧，我们公平起见，来，有请我们工作人员使劲摇动一下我们的抽奖箱啊。好，来翻动一下 ，OK， 好，来最后一份我们的签名海报，恭喜十五排四十三座的朋友，在吗？哇，好激动！我听到了四位漂亮的美女啊 ，OK， 好，那我们以上五位呢是签名海报，那接下来呢是神秘的大奖啊，那我们。具体的神秘大奖会花落到谁家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来看一下。来，有哪些朋友还没有获奖？哇，全是荧光棒啊！好，来，我们看一下。哎，我们这一张是撕坏了的啊。对，把左边的撕进来了。来，我们看一下，十六排的四十座的朋友在哪里？十六排四十座，在不在现场？好，可能光有点强啊，我看不到大家。如果大家在的话啊，可以说我在。好，来我们神秘大奖第二位 ，OK， 当当当，已经产生，来恭喜。十三排六座，又是十三排啊！十三排六座的朋友在吗？好，来恭喜！来，我们第三位，哦，一排的朋友做好准备，恭喜一排十三座的朋友！好，恭喜啊，我们的帅哥 ，OK。好，来，我们还有两位，倒数第二位会是哪一位呢？来 ，OK， 好，哎，我是不是又把这张给弄下去了？好，来，好，已经产生，十九排的朋友在哪里？好，十九排的二座，十九排二座在吗？好，恭喜！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神秘大奖啊，让我感受一下大家想要奖品的尖叫声，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位。哦，有一位帅哥，我听到您的呼喊声了啊，期待着这一位是您啊。哎，非常的吉利，六排的朋友在哪里？来，做好准备，恭喜！六排三十二座的朋友，三十二号在吗？好，恭喜！那以上五位神秘大奖已经产生了啊。那稍后呢，我们演出最后呢，大家可以来到啊我们的现场，也就是我们的手势方向，面对舞台的左侧方来进行领取我们的奖品。那稍后呢，也请我们已经获奖的朋友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处，来找到他们来进行领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看观看一个视频，来看一下，请看大屏幕。我是虫儿飞，我在大连。我是大白，我在深圳。我是仙兵，我在大连。我是碧秋，我在厦门。我是小雨，我在墨尔本。我是夏花。我在辽宁。我是文倩，我在香港。我是薇薇，我在上海。我是大梦，我在广州。我是婷婷，我在大理。我是刘如新，我在澳门。我是 GSS， 我在浙江湖州。我是次次，我在北京。我是遥远，我在沈阳。我是王丑鬼，我在成都。我是木鱼，我在中山。我爱地下，毕业的毕，夏天的夏。一转眼五年了，能喜欢上你是一件特别开心
和幸运的事情。喜欢你暖心的歌声，喜欢你恬静的微笑，更喜欢你坚韧的性格。如果没有你，我们之间不会太圆满。从大一的时候开始喜欢你，到大学毕业的夏天以后，我来到了建筑工地，环境荒凉的像月球的背面，生活也好像野生动物，但还好有你的歌能让我安静下来，把所有的烦恼都一拳 KO。 虽然没有亲自与你见过面，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靠自己的努力与你相见。1757天前，我们各自散落天涯，有些一辈子可能不会有交集的人，因为你相遇了。以后我们就都是你的人了，一起陪你唱下去。我们不说话，我们不说话，我们不说话，一起听陛下，一起听陛下，一起听陛下。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粉丝们从全国各地把祝福送给了陛下。那一路走来呢，陛下从中国好声音走到现在，有非常多朋友的信赖与支持。问一下我们全场的朋友，喜欢陛下吗？是的，那他呢也是自带着摇滚女孩的光芒。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全场的朋友再一次拿出饱满的激情与热情，掌声有请陛下，有请。
嘿，起着急了，因为刚刚想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夏花们都知道对吧？我呢是，对吧？那个夏天之后，然后被你们所认识的。我从一个特别小的城镇里面，然后我家子，sorry， 我家的院子后面就是全都是绿油油的麦田。然后我们夏天，我小时候生活就是上树啊，然后就是上房啊，就是很大自然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在这个歌的前面，我写的也是比较就是。描述的就是我在老家的一个状态，我可能对着蝴蝶呀，对着野草，我对他们说是我呀，但是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然后我从很小的一个地方出来了，对吧？然后来到了外面很大的世界，然后就是因为一个夏天以后的事情，我在对我的夏花说是我呀，然后你们终于认出了我。所以说这首歌是你们所有人的，我的夏花和即将成为我夏花的人，然后歌是你们的，我也是你们的，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首歌。接下来我觉得是你们呼声，新专辑里面的歌透一下，然后是你们呼声比较高的两个字，大点声。你这样我是不是应该换歌了？你忘了我有一次还是也是在。直播的时候，然后你们呼声很高的哈，好，带你们，花火，很美的一首歌。世界的尽头。
这个是新专辑里面的，就同名专辑《陛下》嘛，然后也是第一次现场演，然后希望你们喜欢啊。还有我的实体专辑今天也同步上线了啊，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然后还有我们线上的咪咕音乐线上的朋友们，虽然我看不到你们，实体上线了，注意一下，了解一下，谢谢。然后，我听到了。然后我今天看到了很多我想到的和我想不到的面孔，然后谢谢你们能来。我是一个铁打的姑娘，所以我有一双铁翅膀。叫我铁锤下，对，大合影，哎呀，
Sorry， 再喝点水啊。你们期待下一首是什么歌？下一首想听什么？哎，是你吗？下一首你们想听什么呀？唱啥都好听啊，我就是被你们这么宠坏的，你知道吗？那首歌是我在浪里写的，对吧？飘在海面上，然后是不是你非常喜欢的那首歌？一个字，听。听起来没有压力哈，就是很舒缓。对，那个是我应该是2016年吧，2016年的6月份的时候，然后跟
我爸我妈我们在船上，然后公海一点信号都没有，就与外界几乎是就打电话也打不了，也没有网络这样，然后就等日出，知道了，等日出，然后没等到，然后就通篇就出来了这样一首歌。然后我觉得也不要排斥这些就可能不是那么积极的一些感受，然后这些所有都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充实吧。所以说我今年的这张专辑里面也放了很多就是我不再那么纠结的东西，所以说就十首歌没说嘛，十个陛下。然后也是每一首歌的颜色跟性格它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然后也希望你们真的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然后下一首歌呢，哇，我们这名字经常被叫错，月球哪面，你们好好说月球哪面。对对，月球，因为之前就总是说月球什么月球后面，对吧？然后还有月球哪面哪面，正版的名字叫做月球背面。嗯，这首歌欢迎大家喜欢的回去可以试一下，这个歌是我之前一直特别害怕的一首歌，但是今天我感觉都是自己人，所以我就不害怕。月球背面送给你们。知道我在开心什么。嗯，反正就是这个真的是我之前一直特别害怕的歌，然后今天完成这首歌我觉得完成度还是比较高的，又长大了一点。然后谢谢你们，
我越来越放松了啊。这个是第二趴里面的哈，就是小白的陛下里面，嗯，最后的一首歌，然后也是那首主打。雪人家正冲正排行，你手一扯一拉着我进退，一松开我就只能往下坠，没有知觉的傀儡娃娃被扔在那，表情还得一样，右手是悲伤，左手说笑话，不甘是退让，而现实逞强，该大笑浮夸，该脆弱退场，操作把好听的歌曲送给了我们的歌迷朋友们。那今天呢，大家都是为了我们陛下而来，说是不是？
是的，那在今晚呢，我们还将把更多的福利带到我们的粉丝的身边。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互动问答的环节考验一下大家对于我们的陛下到底了解多少呢？我看到啊，我们现场非常多举陛下亮牌的朋友。那这样，我们为了感谢大家一直啊非常辛苦的举我们的亮牌，我们优先把机会让给我们举亮牌的朋友，大家说好不好？来，我挑选五位啊，我们这五位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陛下的新专辑 CD 以及我们的 T 恤衫啊。来看第一位。好，刚刚呢我看到有一位幸运的帅哥啊叫得非常大声啊，非常感谢大家对，尤其是你啊，对我们陛下的鼎力支持。来，有请你帅哥来从我们的舞台两侧上台啊，台阶一定要注意好安全啊，小心一下。来，我们第二位幸运的朋友，谁想来？来这样吗？我们第二排的这位啊，帅哥或者是美女都可以啊，来有请。好，两位了啊，我们还差三位。来，第三位的朋友，你在哪里呢？好，来有请，有请，来有请这位漂亮的美女啊。来，我们第四位朋友啊。好，在我们这边啊，我们面对舞台左侧的，这是一位先生吗？好，有请我们这位帅哥啊，举亮牌的。是的，就是您。来，有请。好，来，我们还差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那这样吧，我喊三二一，举亮牌的，谁先起身，我们就把机会给谁，好不好？来，做好准备，三二一，起身。好，来，这位，这位，来，有请，有请。来，有请五位啊，有请五位来到舞台中央，来，有请，有请。好，小心一点啊，来，注意安全。好，我们这位先生一直在挥手啊，是不是非常开心？是的。好，平复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啊，来，有请帅哥，你可以离得我近一点，我不吃人的。好，这样子啊，我们五位朋友呢已经来到舞台上方，那这样简单的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来，帅哥您贵姓？我姓如。好，名字呢？叫做齐胜，如齐胜。如齐胜，对吧？ OK， 好，欢迎您。来，我们第二位这位非常开心的这位帅哥啊，来，叫什么名字？我姓曾。曾。名字呢？齐，曾齐啊，单名一个启啊，真启，哎，这个名字挺好的啊。好，我们的名字是真启来的啊。好，开个小玩笑，来，我们这位漂亮的美女叫什么名字？我叫向红。向红 ，OK， 好，来欢迎您。来，我们这位漂亮的美女，来叫什么名字？我姓刺，叫刺刺。刺刺，哦，来欢迎您，我们的小刺刺啊，来，我们这位帅哥，来叫什么名字？我叫顾迪。顾迪，好，欢迎五位幸运的朋友。那这样，好，我看到啊，我们五位朋友都已经做好准备了。那我们总共呢是八道题，那前五道题呢是挨个来进行回答。从我这边开始呢，还是从对象这边 ？OK， 好，来做好准备啊，我们第一题就要来了。陛下的第一首单曲是哪一首？来，给你三秒钟的考虑时间，三二一，安静下来。确定吗？大家说对不对？好，恭喜回答正确啊，我们的 CD 已经拿到手了啊。来，做好准备，我们这位开心的先生现在激动吗？我激动。激动，那反而现在为什么还平复心情了呢？因为我讲不出来。害怕答不对，对不对？好，没关系啊，来，做好准备。对，我会提示你的啊，来，做好准备。陛下的第一首单曲是在哪一年哪一天发行的呢？来，给你三秒钟的考虑时间，现场的朋友不要提示哦。来，三二一，请回答。
2014年的4月1号。确定吗？确定。大声告诉我，确定吗？确定。恭喜回答正确。好，终于不紧张了，对不对？好，来，我们这位漂亮的美女啊，来做好准备。陛下的第一场的个人 live 是在哪座城市举办的？来，请回答。北京。确定吗？确定。恭喜回答正确啊，不加思索的就回答对了。来，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漂亮的美女，谢谢。好，小美女做好准备咯。来，陛下是什么星座呢？来，做好准备，3、2、1。狮子座。那必须是狮子座，对不对？好，恭喜回答正确，谢谢。来，我们第五位的朋友啊，不要紧张，来做好准备。陛下在2017年参加综艺《蒙面唱将猜猜猜》的时候，知道吗？看过吗？好，他的在出场的称号叫做什么？来，做好准备，3、2、1，请回答。他叫冷场王驾到。确定吗？非常确定。大家说对不对？恭喜回答正确。OK， 来，我们往中间站一下啊。好，恭喜我们的五位朋友啊，成功回答正确。好，那我们下面三道题呢，就要需要大家来举手回答了啊。谁回答正确的话，我们会多送大家一份 T 恤衫啊，也就是说，您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新专辑以及我们的 T 恤衫。好，来做好准备。陛下在电影《匆匆那年》中饰演的角色叫什么名字？来，不要抢答，来，准备好，3、2、1，举手。好，来，我们这位沈小棠。好，恭喜回答正确。来，我们下一个问题啊，我们加快速度啊。陛下最新的一张专辑是在哪一天上线的？来，做好准备啊，要年月日都要说出来啊。3、2、1，举手。好，这一次啊，大家都看到了是这位举手的啊，来，大声告诉我们。问题是什么？大家说要不要重复？好 ，OK。那陛下的新一张专辑是在哪一天？对，新专辑。就是2018年的4月1号。好，恭喜回答正确啊！好，一定要仔细听题啊，我们最后一题了，来，做好准备。有一个字人人都会念错，那这个字是什么字？来，做好准备，不要抢答啊！来，做好准备，3、2、1，开始。好，来，先生，错。你说我错了吗？错。好，恭喜回答正确啊，就是错字啊，每个人都会念错，错字的错。好，恭喜回答正确。来，五位幸运的朋友，谢谢啊。我们右侧下台注意安全，在我们最后的时候，大家可以返回到我们面对舞台的左侧方来进行领取奖品。好，再次恭喜五位，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刚刚呢，陛下把冬天的歌曲带到了大家的身边。其实呢，明玉非常的仔细的听每一句歌词，每一首歌，也不忍心打断。然而在今晚呢，我们在迷宫音乐现场，让大家共同来感受更加本真、更加自我，同时更加注入真心对待音乐的陛下。然后我们再次有请陛下把舞台交给他，有请。这是我换衣服换的最多的一次，见到三个陛下了吧？新歌啊，野生动物。醒来吧，野生的我，在边缘摇。
醒来吧，夜深的我。抹掉虚荣，让我剪掉腿痛，画自己的轮廓。雪夜在奔走，苏醒的花朵，这样一个我。我如果不是我，活得有多愧疚？你把它 take this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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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醒来吧，夜深的我。在边缘仰望天空，谁路过像刀斧，把灵魂全部抢夺。醒来吧，夜深的我，用歌声夺回天空，一道光清楚我，透着光擦向活着。太多贴住喉咙，声音需要一点火种。醒来吧，夜深的我。刚才那支 MV 是你们看到带辫子的陛下最后一支是吧？然后最后一个镜头之后，我就把头发全都切了，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们还接受这个我吗？哎，刚才谁说没？反正怎么样，都还是那个我，还是毕业的毕，夏天的夏，对吧？然后下一首歌呢，是一首替闺蜜出头的歌曲。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名字叫做。他要的药。爱自己会找钻到他心里那么久，爱抗拒不了被浓浓吐息的云浪，爱真是奇妙，心还不开心，记忆会老，世界会颠倒，猫吻上了老虎嘴角，爱狠狠的妥协，狠狠爱的躲开，别玩酷酷的招数，因为我不被约束，走寻死路，死路不幸福，依然爱要。就好，不给独占我不要，爱停止不了，是谁先喜欢的地方，爱着我就好，要紧紧黏住这样的味道，再聊反正就要趁早，看着贪得无厌，知道不太喜欢，别用哭哭的脸出，可怜那一出
喜欢的拥抱，你爱着我就好，这就是你的一个要求，你爱我就是你的太阳的药。谁笑得这么大声？哎，王玉老师笑了是吧？对，听到了。嗯，这个是太阳的药。然后在这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今天我爸爸妈妈也应该来到现场啊，但是因为北京的暴雨，他们被隔在了北京，所以说，他们也现在在跟就是咪咕直播的线上观众们一起在手机上面看着我们的这整场直播，所以说我也不害怕，因为他们在那看着我，但是我觉得今天你们在场的所有人，是不是我的家人？好，谢谢。哎呦，对不起啊，我这个有点不太适应，这个太正经了。我觉得我今天穿的特别正经，我都有点不敢动了。是不是应该是特别美的，这样就仙气儿的往这一站就好了？好，然后呢，我下一首歌是，对，刘老师的一首，动起来的。我们这个主要的视线可以给到我们刘老师，是吧？这首歌成不成，起头就看你了。好，好，一拳 KO。
就是要把你给我一拳给我，有喘息绝对不能虚弱，把你给我，我就是要把你给我。你戴这个帽子不难受吗？为什么总感觉抬不起头来？姐姐，我想把它去了，我不舒服。不好意思啊，我发型是不是压乱了？哎，管他呢是吧？这个太影响我了。哎呀，不能让你们看到。这造型真的是哈。然后这都是我北京我们的小伙伴们，之前大家也都见过的对吧？然后那时候也是我们第一次。演这么多歌，然后也希望我们之前紧锣密鼓的排练，就是为了能够呈现一场相对来讲比较完整和我们不缺遗憾的一个现场，然后就是希望把最好的这个状态展现给你们，然后也对得起你们来的每一位观众，希望你们都能够不虚此行好吗？还有两首歌，我觉得你们不要太腼腆，然后也不要害羞。下面的一首歌呢，是我们之前对吧音乐节上特别乐意演的一首歌。然后如果你们坐累了的话哈，可以起身活动一下。然后这首歌呢，我觉得可以适当的我们玩一下，反正还有两首歌了嘛。底下那么黑，都没有人能看见你们的，就不要害羞好吗？对，可以站起来就活动一下嘛。对，这就对了嘛，我看不，就是你们身边的人可能也看不清你们，对。好，谢谢你们的配合，然后最后两首歌我们一起造起来好吧，起来。睡得昏天暗地，梦里有人不停追着你，问了三个问题，你是谁，你在哪里，而你要到哪里去，你无法回答，转了个身也就不再理。梦里看见一束光，可你把眼睛闭上，你不相信那束光可能会指引方向，你失去了耐心，随时可能会醒来，但他们说独自醒着会觉得孤寂。不要醒来，不要醒来，别醒来，看到这世界很冷漠的嘴脸。不要醒来，快醒来，结束这冬天，它美丽也危险。梦里什么都不想，每个人只开口笑，把灿烂的挂在外面，似乎就是阳光。关掉真相的画面，因为太过不完全。外壳的坚硬是遮住一切虚弱的伪装。你要寻找一束光，可你把眼睛闭上，终于错过那束光它指引的方向。你失去了耐心，随时可能会醒来，你还是害怕世界变得孤寂。不要醒来，不要醒来，别醒来，看到这世界很冷漠的嘴脸。不要醒来，快醒来，结束这冬天，它美丽又阴险。不要醒来，别醒来，看到这世界很丑恶的嘴脸。不要醒来，快醒来，结束这冬天，它美丽又阴险。
醒来，不要醒来，别醒来，看到这世界很冷漠的嘴脸，不要醒来，快醒来，结束这冬天，它没你也冰雪，不要醒来，别醒来，看到这世界很丑。是我们的专场，对吧？我是你们的，所以你们随意嗨。一会儿我们的习惯动作是，你们看你们注意安全为主。然后，想蹲下的就蹲下，想坐的就坐，想去过道呢就去过道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我一会儿数于二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跳起来，好吧？男生保护好女生吧，对吧？准备好啊！来，一二，不要醒来，不要醒来，别醒来，看到这世界很冷漠的嘴脸，不要醒来，别醒来，结束这冬天。
黑暗角落里，川川辛苦了，然后真的要感谢我的公司梦想强音，然后感谢咪咕音乐，感谢上海商城剧院，我的还有感谢我的所有夏花，还有今天冒着大雨来的你们每一个人，你们都是我的幕后英雄，今天这一场是你们一起帮我见证了我人生中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对吧？然后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越来越做越好，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原创，然后支持实体唱片，然后也真的是要感谢咪咕，还有我们不在现场的线上的所有的朋友们，然后真的是啊，虽然不在现场，但是他们也是通过下载 APP 嘛，然后就是跟我们同步，其实我们不止这些人啊，你来了大姚，这个是我们当时蒙面就是冷场王驾到的时候导演组的，哇，今天来了啊，嘉明哥，这都是我的幕后英雄，你们都是我的幕后英雄啊，我看到了你们在那儿，因为刚才好黑，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到了这个对吧，这个特别的环节，然后我们每一次都必须要来的，你们自己找饭吃，我们来一张大合影好不好，把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记下来，谢谢你们。 来一位老师好不好，帮我们敲一张啊，我看到了，哦，是这个版，来我们一起吧，这个我要跟在场的朋友还有咱们都没看到对吧，来王一老师露一眼，这个是这么大块，这个是这样，今天咱们来的人是不是你们都进行了这个仪式，谢谢你们，其实真的是我们为这一个专场付出了很多的心力，尤其是你们知道的我的经纪人 Jessica 王琦姐姐还有季杰，他们是非常害羞的那种，但是真的是就忙得脚底朝天的那种，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场相对来讲吧我们彼此都不留遗憾的一个这样的专场，然后我也是希望说我们能够为你们做些什么，这一个事情唱歌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因为你们，就我就是你们，你们就是我对吧，我就是乐队，乐队就是我，我们是在一起的，所以说想弄一个这个，这个是因为之前我去参加人家婚礼，人家说哎呀二个手印二个手印，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参与感，怎么了，我嫁给你们了是吗，哦，是有红衣服，然后这个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参与感，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我们共同的纪念，然后谢谢你们每一位，谢谢
好辛苦了，小哥，退下。来，我们乐队所有人，给大家表达一下感谢，三鞠躬啊。就是这样，反正就是一帮假小子。然后我们现在把那个合影的环节留下来好吗？好，来。啊，我的小九。来。这是我的小九，知道了。我夏花知道，他也跟你们一样在这听了我一场。走了的朋友跟我回来，怎么回事？好，你们坐下歇一歇，你们这样看了一整晚其实也很累的。不累，把刚才那再来一遍。好啊，这样那我今天呢就是给你们唱那一首就是特别重要的那一首歌，我人生的第一支单曲好吗？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啊，我2012年去北京北漂的时候，然后北京的我们一起很多的朋友都去唱歌呀之类的，然后就没有尽头，就真的是怀揣着那个很大的梦想，但是没有地方可以安放。然后我也是真的是特别幸运的遇到了很多好的人，然后像你们一样的人，然后等到我有一天真的是把我自己的作品实体啊我能拿到手心里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那个时候我还住在平房，然后我就这样藏在身后，我跟我们那帮朋友就说，我说闭上眼睛，然后我说当当当，我就拿到前面给他们看。然后我的有一个朋友是我当时在后海唱歌的第一个认识的一个女生，她叫阿梅，她现在已经是30岁以上，她现在已经不唱歌了，就回去结婚了那样的。然后她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天哪，她说我们中间的一群人里面终于有一个人替我们实现了愿望或者是梦想，就是那一个作品捧在手心里的感觉的时候，就像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真的会像我想象中，就是以前看电视的那种，在电视里然后有那么多的人，像你们特意做了陛下的灯台，然后就是为我一个人来，对吧？哎，你今天还擦了口红啊。美美的美的。然后我就是想这首歌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重要，我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你们知道我也在成长，我也在
变化，但是我觉得无论我去面对什么样的人，我外在的东西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但是我永远希望我自己的心灵上有一块干净的地方留给你们，然后你们也确实很好的维护到了我的这一块净土，真的。然后我一直想说，我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县城，哈尔滨是方正县的一个地方，我从那里面出来，我就觉得我这样我都可以，所以说我希望能够以我自己为一个就是很好的这个，就给你们打个样这样，然后不要放弃梦想，真的是，你就加加油使使劲儿是吧，就万一它实现了的，所以说这首歌送给你们，然后希望你们都能够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总有一天我们会就真的是做你想做的事，然后去见你喜欢见的人，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开心，好吗？这么不肯定好吗？对，一会儿我还想许跟你们许个愿，对不起，你们可以提前把手机帮我准备好吗？手机对，准备好，一会儿我一说的话你们就应该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了，虽然有点老套，但是我还是想看一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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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安静下来，让我能听得到雪花在开在胸怀，多多想与你在安静下来，让我能听得到风的那段希望正走来，自由自在，让我闭上眼抚心中的天，让我睁开眼看看脚下这夜，安静下来，让我能把那些心事全放下来，问现在见过，就是整个场子里面只有我。
项任务，你们一定要认真听我说哈，因为接下来的事情非常重要。感谢咪咕音乐、咪咕视频和咪咕直播，以及正在现场参与本次所有今天我们专场的朋友们，然后可以通过下载咪咕音乐、咪咕视频 APP， 然后把直播今天的直播转给你的朋友看，然后一起感受真现场、真音乐。然后我还知道说这个直播其实可以看回看的，所以我妈妈她也不用担心，回头再看吧，因为她不会下这个 APP。 然后线上正在观看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刷弹幕送礼物参与本场的直播互动，还可以通过登录或者下载咪咕音乐、咪咕视频 APP 进行直播回看，看本场精彩视频，还有更多好听的音乐与精彩视频等着你。有没有下场就看你们了。然后真的是结束了啊，我们来一起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好吗？我们的口号是一起成为更好的人，加油，爱你们。好，谢谢，再一次感谢陛下，谢谢。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乐队老师们把如此精彩的演出带到了大家的身边。好，那我们2018年咪咕音乐现场巡演上海站陛下专场到此就要结束了。同时呢，也要感谢咪咕音乐、咪咕视频和咪咕直播以及线上线下的朋友们对我们本次的支持。那想了解本场精彩视频的话呢，可以登录或者是下载咪咕音乐、咪咕视频 APP 来进行直播回看。同时呢，更有好听的音乐与精彩的视频等着大家。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实时关注咪咕音乐现场巡演的所有演出信息。好，在这里呢，再一次感谢大家。同时呢，提醒一下获奖的朋友不要走开，现场的获奖朋友可以来到我们面对舞台的左手方，也就是我手势方向，找到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进行领奖。好，再次感谢大家对陛下的支持，我们的演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期待着下次。